哇，这个画面是真的很漂亮，真的美。今天玩的是一款叫做《Ori 2：圣灵之光2》游戏，是一款横向的类《银河战士恶魔城》。没想到我在2022年才玩到。一个新生命降临，是猫头鹰吗？真的哎，好可爱啊！它的画面是很有层次的，它的背景都不止一层。所以这只猫头鹰叫小黑。哇，准备第一次飞了。除了 Ori 以外，我还不知道另外两个人叫什么。好，飞！哎，它翅膀是不是受伤了？哇，对啊，它翅膀有一边是比较稀疏的。现在翻什么？在翻什么？黑子之羽获得一个新能力，不是啊？你找到一个羽毛，结果是自己飞。跟你说个秘密。我会飞的，你看，我会飞的，你还是不会，超坏，没有啦，我就只应该是对啊，应该是要帮他修吧，可只靠这一片够吗？哇，乱绑一通，还真的可以，我天啊！哇塞，我们的 Ori 直接骑上去，哎，人家都。人家还准备要学习怎么飞，你直接给人家负重训练是怎样啦？没有在客气的、欸，真的没有在客气，太好笑了吧？呜呼！哇，绝景，前有绝景，而且因为 Ori 本身会发光，所以整个游戏就更有那种色彩鲜艳度。光影特效做得很好哦，这个音乐绝了，难怪美术一流。啊，赶快降落了啦，赶快降落啦，不行了啦，不要再飞了，真的，我觉得要出事了。啊，飞走了，羽毛没了。嘿，你看，我会飞。哇！我跟他分散了。谁？谁在叫？生命光球可以恢复生命值的，没问题。这个是啥？钱。嘿，哎，这水有毒。我现在觉得它攀爬有点感觉在爬那种很滑的墙壁的感觉，就是我要一直按空白键，它才会往上。可能是因为一开始吧，还没有拿到技能。玩这招是不是？对啊，你看他攀爬，我好像在爬那种很湿的墙壁耶。哎，他们长得跟我蛮像的，有火把了是不是？它是武器吧？真的可以打！哇！恢复能量！嘿嘿！
哇，连按还有特效，火之神的神乐。搞什么？搞什么？他应该上不来吧？笑你啦！哎呦，靠背，哈哈，那差一点啊！啊，吃我的元武！啊，好痛！这没有闪避耶！赢了，赢了，小怪而已，小怪。看到我艰难的在爬墙。哎，后面那只是啥？后面那只狼怪怪的呢。太快了吧！才刚遇到，我才过一个门你就过来了。追逐战，追逐战，先跑。哎，很刺激耶！哦，有火了，没有路了啊！可是他血太厚了，我怎么打？按住 space 可以跳得更高，这种事一定要早点讲吧？喂，我刚看到血量，瞄一下而已。他好，他血好厚。好像打不赢，打两下退一下。好，真的很痛。我快没了，我快没了。我一个跑，他跑，千钧一发。哇，那个好，那个真的做得很逼真。这里气氛不一样哦，霍尔巢穴突然都开始变骨头了，怪怪的，这里怪怪的。我要升级了，各位，有好料，有好料。远古之光苏醒的同时，纳鲁与古莫那两个人的名字是不是，一个叫古猫，一个叫什么？纳鲁头，别帮别人改名。这样就蛮好记的吧。有耶，这些长耳朵的小生物靠过来了，不像霍尔，不像尖叫里克，体内散发着远古之光。树想起来了，它发光啦，它记得啦。那旁边那个搭枪的超好笑，他想起来啦。精灵锋刃，在近距离使用光刃攻击，这就是普攻的感觉吧。使用光吧，我们想看，我想看，我想看。来，吼吼吼！哇，这个光刃，这光刃比火把强呢，感觉啦。磁力能够吸收更远处的光球，是不是像那个什么空洞骑士的那个蜂群集结天赋一样？这样就不用捡钱了，还是自己吸过来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！你肯定是精灵，我在等。魔奇族，他们是魔奇族。他很厉害，他很厉害。
去找沼泽守卫吧。欧库欧洛克，库欧洛克，好远啊！干嘛？又要干嘛？这其实没看过哎。哎呀，他就只会跳而已啊。这只是老朋友了，打翻！这次要给我什么新东西啊？看一下，二段跳，哟，他很前期就把二段跳解锁了，这样我们能去更多地方。上面有一个哎，感觉就是要用二段跳。吸盘可以攀住墙壁，是我想的那个吗？就是我只要一粘上去，我不用再按空白键了，是吗？是哎，我等这个好久了，终于不用在那边空白键按，舒服。啊，有个提示，按住 Shift 可以搬东西，是不是？我知道，就是把这石头搬过去，它就会往下沉。哎，啊没有，怎么没有？哎，我的聪明才智，哎，怎么没有往下？按住 Shift， 哦，下来了。所以真的要下来吗？没错，对嘛？我就想我的，看来我的聪明还是对的。哎呦，这只会吐！哦，这声音，听到的声音就知道会自爆了。我已经熟门熟路了。这游戏你不能爬到最高再跳，因为它爬到最高会有一点反弧形。有开始有一点平台跳跃的风格咯。那我听说这游戏的平台跳跃也是有点挑战性，应该难不倒我，毕竟我已经把Celeste 蔚蓝也玩过了。哦，我这发现了新招，可以往上攻击，可以把敌人挑翻。哎，哎，是不是动不了？哎，哎，哎，好贱！勇者莫克，只要我拿到战利品，像霍尔的脑袋一样。或者是那只狼是不是？掉根牙齿。所以刚刚打我的那只狼就是霍尔。OK。这种程度的跳跃基本上是难不倒我们吧？霍尔的尖牙拿到了，好快啊这个支线。所以它不止主线任务，有时候你在路上还会遇到一些小的支线任务，很快就可以完成的那种。回去交差啦。这给你吧，我很勇敢也很慷慨。格列克矿石。可以修复建筑，是这样。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用。这棵树比较小棵，是怎么？新能力恢复，
哦，这个刚刚讲的卖地图的嘛。我的地图都湿透了，半价卖给你好了。不要给我像空洞骑士一样卖了那种空白地图，会生气。50块还蛮便宜的啦，可以。哎呦，很实用哦。全员地区的壮丽风景。自从老水车旋转到现在，又过了一个时代。哎呦，好大只的鸟！他就是奸笑李克，原来就是他，一个霍尔，一个奸笑李克。感觉两个都之后会打到。首次购买有超值优惠哦！哦，他技能还蛮多种的，精灵哨兵，而且感觉都蛮有用的，都是这种攻击型的。先买一个精灵哨兵吧，因为这样就有人帮我打了，很懒得动手。第二次买要800。还真的是首次优惠半价。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的精灵哨兵，哪里来练手啊？我还打哪里啊？在打哪里啦？而且他好痒哦，你看他打一点点哎，我以为叫出来之后他一直待在我身边哎，好亏哦，我们花了800，花了400，买了一个没什么用的。技能被骗了啦！好，他还在给我打果子，我气死！结果我们才第一集就被一个武术大师坑钱。好啦，第一集先玩到这里。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帮我按下喜欢和订阅，那我会尽快推出接下来的集数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各位，拜拜。